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各位唠一唠这个超级玛丽的一个变态版啊。这个版本呢有多变态呢？咱们先来看一下。这东西呢压根儿就不是给正常人玩的。您看到呢，这个超级玛丽呢上面还有一个炮孔，然后呢这个在等底下这个小人儿，等这个橄榄球运动员这个大龟。哎，他干啥去了？哎呦，我有点晕车了，头给我晃晕了。这个玩意儿我不知道各位谁看着能逮啊。我现在有点蒙圈，那么呢咱们接着蒙圈的时候介绍一下半大神吧。大神的话呢依然是咱们的椰子皮小姐姐啊，这位小姐姐的话呢在这个单个字母的视频网站之上啊，有这个 ID 就叫做椰子皮。她呢打的是一个 SL， 这个不是实战操作，这个玩意儿是实战操作，谁能过去？我感觉就不科学啊。这个地儿呢你也看到呢，用一个蘑菇卖血过来了之后呢，这个大车轮啊，大风车直扭扭的转，最后呢攒了两个龟壳再回来这位置呢下去。哎，刚才就能下来了啊，好吧，刚才差龟壳。哎，这里我们的队友妖气啊，把这个妖气骑上。这是干啥呢？左右钻管道是啥意思？把坑砸开接着跟管道钻。我这轱辘我没太看懂干啥呢这是。哎，兄弟，我有点迷路了，我都蒙圈了。好吧，下来呢踩一个劈，然后呢等这个贪吃蛇吗？这是啊，贪吃蛇给那龟壳锁住了啊，再往前走啊，一脚就给妖姬蹬沟里去了。好兄弟啊，这真是好兄弟，直接给这大恐龙蹬。哎，怎么又刷出来一只呢？好，这里卖血接着往前走。这也不是骑龙啊，这是拿着龙走啊。这看哪去了？上下钻管道，捡起乌龟壳，喷一口火。我们来看这个火绝对是有用。好吧，这火也没啥用啊，没太看懂咋回事。哇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干啥呢？我看得一脸懵逼啊，一点都不撒谎，各位，我看得一脸懵逼。哎呦，这大炮弹！这游戏谁又说是给正常人玩的？我上去就一个玻璃屋子。啊，正常人谁玩这个呀？啊，这位置呢继续啊，来躲，然后呢踩这个绳。这是咋的了？这是被瞄准了。好，果然是被瞄准了啊！这个瞄准镜是敌方瞄准我们啊，看范招。然后这地方等底下那个梯子终于过来了，蹬一脚梯子上去，这位置呢躲一躲这个小花 flower， 然后半身位躲避，跳跃顶一个这个金币啊，为了防止顶到大沟里。这位置敌方又无限开火了，哇，这游戏真好玩啊！这游戏谁要让我过一关，我高低跟他拼命。这位置呢是在等啊，等这个啥，等这个右边这个梯子，不是右边这个墙下去。这里呢弹簧顶劈，然后这个劈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用啊。手里拿一个，天上飘一个，这是干啥呢？又干啥呢这游戏啊？啊，这位置把劈扔上去，踩弹簧，劈双劈吃啊，这个劈吃完之后能浮空能飞。好，飞过来吃一手大蘑菇，然后现在呢再用蘑菇卖血，肯定是这样啊，就一手穿墙一手卖血，可下过关了啊。还没过关，这游戏不是就一关吧？我也感觉好像可能就这一关，这六分钟都是这一关。这里呢拿个板砖踩个梯子上来，蹬一手劈，踩一手火，再来一手躲，这是毒蘑菇不吃，再往前走躲一手炮弹啊，这个玩意儿真秀啊。然后呢盯两下机关，踩一手劈电过来。哎，这武当踢运动，这真是武当踢运动啊。直接登上来，再往前走，再跳再跳，再吃一手劈，还没吃劈整上。这咋的了？ BOSS 一只啊，就是 BOSS 来了，准备战斗啊。咱们来看啊， BOSS 登场。原来这游戏就一关啊。哎， BOSS 出场， BOSS 是一个这个小德莱文，好吧，他好像是苹果射手啊。我知道有豌豆射手，这里呢迎来了苹果射手。那我们怎么打他呀？我们来看看怎么攻击。踩一脚劈，这也没掉血啊。然后我这干啥呢？这德莱文不光是苹果射手啊，还扔自己的小板斧，两个劈，这里再踩，还没掉血啊。哎，这里掉血了，怎么打的没看着。再躲再打劈，好像是拿那个劈扔他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劈我看懂了，底下这个咱踩的墙是金币，
然后呢，用这个 P 呢续金币的时间，让金币变成墙，之后呢，用咱们这个 P 再扔上去打他。我看懂了，续几次以后才能打一下啊！我现在彻底看懂了，啊，我彻底看懂咋回事了。哎，你看扔上去打一下，然后时间快变过来了，再踩一脚 P， 再把这个底下的金币给它变成墙，然后这可以扔一下了吧？应该可以扔一下了，这个时间。哎呦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游戏是给哪个正常人玩的啊？真好玩啊！我想玩一宿啊！这里又来了啊，眼花缭乱的躲子弹。这个 P 能不能用？踩了一脚不能用啊！等下一个40秒的 P 来了，右边捡起来丢一下，勾一个子弹。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哇，这个游戏扔啊！我瞅都着急了，扔它呀！哎，不能直接扔吗？底下又来了。啊，底下又来一个苹果射手，底下来个粉苹果射手，上边红苹果射手，还来绿苹果射手，可以，反正就是射手。哎，终于砸死了，好吧，这游戏终于通关了。感谢咱们的椰子皮小姐姐，这游戏太变态了，好像还没完，还有最后一步，还得进管道。啊，这里呢，如果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，那就帮我点点关注吧。那么呢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